由一个 Nation Entertainment 制作，在去年东京电玩展以及 E3 展中获得热烈回响的动作游戏《幻境神界：大天使的崛起》，将在4月14日释出体验版。《幻境神界：大天使的崛起》是款采用独特美术风格、3D 绘图画面所构成的全新原创动作游戏，由金手恶魔猎人与无限航路的主案组合计担任监督与角色设定，金手恶魔猎人与大神的木村雅人担任制作人。游戏以旧约圣经未经以诺书为题材，叙述监视人类的天使受诱惑而堕落，震怒的天神于是决定以大洪水消灭地上界的人类与堕天使。在天界担任书记官的人类青年主角以诺克得知此事后，为了拯救人类免于灭亡而展开追捕堕天使的冒险。